了解民众买新车驾驶安全始终都是不能忽视的优先考量，所以北美现代汽车最近就特别来欢庆2020年新车款荣获了汽车网站的修旅车挑战大奖。其实呢，说到了北美现代汽车，全美拥有超过有830间的经销商，而且呢，车款大部分的车款都是在美国本地制造。Cars.com 宣布，在历经多项评选，包含碰撞测试、安全功能、对家庭成员的舒适度以及整体卓越性之后，最终选出2020年现代 Palisade 获得最受欢迎的中型休旅车。且面对这项殊荣，北美现代汽车产品规划总监表示，全新 Palisade 不只为中型休旅车带来顶尖的科技、安全功能以及出色的舒适性与便捷性，是给任何家庭的理想选择外，透过 Cars.com 的认可，还更进一步证明现代汽车致力于让 Palisade 更符合顾客需求。且 Cars.com 总编辑还表示，2020年现代 Palisade 提供优质材料、令人愉悦的驾驶体验以及宽敞空间，这不难让人看出为什么 Palisade 会赢得大奖。北美现代汽车全美拥有超过830间经销商，且大部分的车款都是在美国本地制造。观众查询更多车讯，请上北美现代汽车官网。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。